在我要请王宏威议员跟我一起，我们来模拟一下蔡英文主席呢，他大概是怎么回应大家这一些重大的社会议题。好，蔡主席是，请问一下，你要如何进行司法改革？对，我觉得先要有台湾共识。蔡主席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是，你在不在内阁制？对，未来你要如何进行司法改革？是，我的原因是，让我们一起再来想一下。蔡主席，对，当时要进行改革非常的重要，是，现在我们看。我认为，是，好，是，好，是。